왜 씌워도 열어볼까나. 你就这样定了，你们两个就让个为难吧。 跟着长颈生，还给打八脸。你还是跟着你爸好。妈妈是个没有本事的人，家里的钥匙你应该有一副的。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。Why did you come to Australia? My dad wanted to come.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，迟早是要分开的。